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屏东的交母乐团。那有没有需要叙述呢？没有。那今天带来的歌曲呢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创作，对。那很开心今天又能够来到铁花村来表演。那刚刚有稍微介绍到哈，我们都是三位卢凯族的朋友，还有一位缅甸的朋友，所以还有四分之一缅甸的选手，这样。澳洲有一比二分之一。啊，对，那看不出来。如果待会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再一一介绍。那严肃的部分就先到这边。好，那刚有提到就是表演的时候尽量可以拍照，然后不要用闪光灯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你拍照下来，我们的皮肤会失真，因为我们本身很黑的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马上我唱歌给大家听，先缓和一下情绪嘛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了。第一首歌，你还爱我吗？
见。